就历1397年，大陆毁灭，无数生灵葬身血海，史称血海之劫。诸神创造完美大陆，并将人与妖的幸存者接引至此。完美21年，中路高原发现诸神留下的众妙之门，修真始盛于各地。次年，金龙城中时空通道出现异动，之后各地相继出现了远灵入侵事件。前面按住并移动摇杆上前探查，动作快点，线索显示这里有很强的怨灵，快阻止怨灵的计划，点击普攻按钮攻击他们，怨灵很强，用技能对付他们吧。看他们团团这招的厉害，再次选择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走上前问问吧。好像有话要说，正好找他问问吧。你总算醒了，盘古大神保佑，刚才天上这么激烈的灵力波动，是一只猎鹰带你化身。哦对了，还经营者还有任务要。喂，除了咱们即使是开好吧，喏，咱们妖族那个物品要一些怪物可不是你的对手，点击按钮攻击他们，使用技能轻松消灭他们，用技能轻松消灭他们。任务物品够了，回去交给指引者吧。嘿，真是好，哈哈，不过嘛，幸好你。居然还有这种事，好在是及时赶上了。
点击任务追踪。嗯，这回好了，深呼吸，长老常说留神看。记住了，啥？最近我已经和这……不知马商在哪里，去找他吧。雄壮威武的盘古后裔，原来您就是那……只是不会。选择喜欢的马儿之前，先走进马群看看，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行和这匹马，点击按钮开始驯服。熟悉，和他交互一下吧。马儿似乎很高兴呢，可以继续任务了。从这里就能上马了。骑上自己驯服的马儿去见卫兵吧。按住屏幕拖动，可调整镜头。你好啊，修真者。其实本也不用这么忙。没错，地上有古怪的痕迹，仔细调查一下。没想到竟然钓上来一条大鱼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怎么样？发现什么线？你说祖龙城的？地堡藏在高处，点击这里起跳。点击任务追踪。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，密报就在箱子里，点击操作按钮来拿取。成功取到密报，该回去拿给卫兵看看。直接跳下去复命吧。在空中再次点击，第三次点击将向前突进。
成功取到密报，该回去拿给卫兵看看。夏夫，这些家伙，长老听起，祖龙城近日突遭怨灵，又有新动向了。果然是怨灵，事态紧急，马上去禀报长老吧。又一位你，放心吧。我说不必担忧，在你祖龙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前往祖龙城吧。战况，城的怨灵太强大了，我们得暂时听将军的命令，奔赴城西迎敌。使用隐遁术，先从敌人。虽然我们暂时击退了九子谷，怎么了？糟糕，你速速。既然已经与人不遇。